这个品种呢叫做海地克拉姆，会不会觉得这个颜色呢特别特别的少见？它是非常少见的一种带紫调又有一点玫红的感觉。那这个品种与众不同的是，其实是它的花型，它是属于我觉得更趋近于茶花花型的一个月季花。这个品种直立性非常好，但是它有一个劣势，就是长势非常慢。它其实抗性来说，目前白粉、黑斑这些都比较少，然后红蜘蛛呢，我目前也没有发现过，但是它的整个花量呢是非常大的，整个开花勤的一个程度呢也是非常勤的一个花，而且还有一点，它对凉光来说很友好，就是它抗晒。我记得很清楚，去年夏天在最热的时候啊，达到了38度的一个高温，它照样开得非常正，但是要不缺水的情况下，所以说这个品种的话，我觉得还是优点满满，也是我非常喜欢的。对了，还有一点，我非常喜欢它的味道，非常好闻，好闻。酷酷的花园，实现你的花园梦想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